一会儿过去，我们都好好表现，争取把小赵总拿下。小赵总是仁爱医院赵董事长的儿子。仁爱医院，全国有好多分院呢。是啊，所以今天晚上他如果能答应跟我们的合作，那未来的路会很好走。小赵总，就数你笑的声音最大，看来今天晚上没少赢吧？啊，你看看，今天这一晚上，肖总跟李总一把没赢。是吗？韩总打个牌都在这算着，你说有意思没意思？只要跟输赢有关的，他都很认真。小姐，您的衣服介需要绍一我下，帮你挂一下这是广华科技的曾迪，好，曾总，赵总、李总你都认识了。新月的老板，肖一肖，肖总。肖总，久仰，现在您的新月可是各位大佬们的聚集地了。早就听说过曾总的名字，没想到不仅有能力，还年轻又漂亮。那可不嘛，曾总可是我们圈子里有名的大美人。哪像你呀，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。嗖嗖嗖嗖！哎，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广华的员工季星。小姑娘看着挺年轻啊，刚毕业吧？毕业3年了。什么专业？星大计算机毕业的，本硕都是。哎呀，星大计算机专业可牛啊！没想到人长得漂亮，学历也不差呀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广华只招漂亮的高材生。哎，你们玩的是掼蛋？掼蛋啊！你会吗？会一点儿。那太好了，快，来，你就坐到小赵总这边，哎，来来来，帮我好好看着他，看看有没有作弊。用得着吗？我给你们沏点热茶。好嘞。我去吧。啊，没事，你坐。要不说小赵总顺风顺水呢。啊，身边现在还坐了个美女，这牌一直这么打下去也没意思。韩总，要不咱俩换个位置，我也沾沾小赵总的福气。无所谓，反正谁跟我一伙儿，谁肯定赢。来，我来发牌啊。来点热的。这把可靠你了，小赵总。放心吧，跟我打牌脑子都不用带。小赵总今天有点狂啊！狂有狂的资本。我出，哎呦我！小赵总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啊，那你来试试来。对三，对六，对九，对勾，对尖儿，过。这儿，过。对二，3个3带俩4啊，就剩2张牌了。3带2，只剩1张了。哎，这3带2可打好几轮了啊，估计都没剩什么了啊。你那手牌都不够了，有诈吗，韩婷？嗯？3带2，你就这么自信？我手里没有比你大的牌。你上一把就要不起，而且你出了这么多3带2，我不信你还有。你的自信啊，跟不要钱一样。那
你刚刚为什么不压我？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给我最后一击呢。是啊，早就算着你的牌了。玩个牌又算概率又算人性的，你累不累？就你这水平想赢我，还得靠我放水。你赢了。不对呀、啊，你这什么牌啊？哎，什么牌？你要不说，还得跟着小赵总才能赢呢，是不是？稳赢的牌啊，这是、啊。什么稳赢啊？胜败乃兵家常事啊。是啊，一般新手运气都比较好，常胜将军也扛不住啊。哎，我可不认同你说的啊，机器人可没靠运气，我抓什么牌我知道，机器人纯是靠实力赢的你们。哎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刚刚有静电。嗯，赵总，来我这坐，帮我打一局，我回个电话。来，小赵总，坐过来，这里风水好。嘿，行吧。欣欣，你陪他们再玩两局啊。好。来，坐坐坐坐。手下留情啊。放心吧。这谁呢？刚才还是队友，你现在成对手。怎么了？让自己的员工陪玩，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。基辛是产品工程师，他最了解小白了，带他过来不也是为了跟小赵总好好介绍我们的产品吗？你是广华的老板，自己的产品讲不明白。我擅长管理，技术上的细节肯定是专业人士更了解一些，人各有所长嘛。小姑娘牌打得不错呀，你是广华公关部的吗？啊，我是产品研发部的工程师。嗯，小白项目组的。小白？嗯。听说你们广华的小白产品做得不错啊，要不给我们讲讲？哎，好。小白是我们公司研发的诊疗机器人，它不仅可以做面对面的基础诊疗，未来接入云端还可以做复杂性的诊疗服务，是未来智慧医疗的热点。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协助大型医院做基础病症的快速检测。嗯，一期我们主攻的是口腔诊疗，已经成功上市了。嗯，二期我们会开发心肺方向。嗯。你们看过《超能陆战队》吗？看过。我看过呀，不怎么跟小白有关系啊。我们的小白跟里边的大白很像，只是大白他是用眼睛去扫描就可以探测出身体的状况。嗯。但是小白，我给您看吧。嗯。我们小白是人，只要一张嘴，他的这个手就可以去口腔里边探测情况了。哦，未来还可以和大白一样，一点还能疗伤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你们这玩意儿要做出来之后，那太酷炫了，比我那几个哥们儿投那些什么机器啊、冷冰冰东西有意思多了。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。哦，呵呵，这一晚上大家给小赵总哄得挺高兴的。再说了，你不也在配合我们放水吗？让他走吧，这是个私人局，有外人在我不习惯。好，知道了。虽然我们现在样本量还不够大，但是如果能找到大医院有战略合作，那假以时日，这个机器呢应该能分担更多复杂的诊疗工作。哦，呵呵。样本数据的问题，我怎么听着小赵总家的医院就能帮你解决呢？肖总，你就别给我下套了。小姑娘，你替我打牌不也为了这事儿吗？小事儿啊，我回去就和我爸说。不过后续啊，你还得给我仔细的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小赵总。哎，来，
咱们加个微信啊。来来，坐坐坐坐来。季星，哎，你来一下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曾总，今天晚上辛苦你了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啊，你别多想，韩总正好跟他们有些私事要谈，有外人在可能不太方便。你打个车回去，车费记得拿到公司来报销。嗯，注意安全。嗯，四个四，上来就是一个压住。小姐，您的衣服。哦，谢谢。